我这三口箱都冲出来了。过马路走没几步，却突然停下来，让准备右转的驾驶一头雾水。你看，这种人，他在干嘛？我不知道啊。按喇叭，男子也没反应。驾驶正打算从前方绕过时，对方又突然往前走，一来一往，足足等了近40秒，驾驶才顺利通过。事发在1号上午10点多，台北市中山区的复兴北路和南京东路口，这里的绿灯大约有50几秒，过马路绰绰有余。但现在却有一名行人，他走到一半，突然停在斑马线上。行人有时候他会就是会自己的速依自己的速度去走，他没有去考虑到那个驾驶。像松孝动物那边哦，他们有时候那人很多的时候，你后面整个如果为了等这个行人过的话，那我就是后面整个大塞车。其实大家遵守交通安全，然后慢慢走都可以了。不让行人最高罚6000，新法已经上路。像画面中，如果绿灯时行人站在斑马线上不动，能不能开罚？于交通频繁之路段附近任意奔跑，追逐嬉戏或坐卧蹲立，足以阻碍交通，处罚新台币500元。而在台中，就有一名驾驶，他发文表示，日前行经路口时，看到一名妇人站在路上发呆很久，他决定直接通过，事后却收到3600元罚单，申诉也被撤回，让他很无奈，也只能庆幸是修法前违规的，否则罚单会变成6000。不过警方还是呼吁用路人过马路时尽速通过，不要逗留，避免发生争议。东森新闻郑鸿生、蔡雨珊在台北、台中采访报道。
Thank you.